什么操场它小，搞不好可以洗一个礼拜。可以啊，可以拍。啊？可以拍。为什么不能拍？我在吃东西，应该。起码太热。来，这都是在帮你们外套什么装在外面，不能外套在里面。五千。那边有个麻布袋，把木板装回去。我们的本质是为了让弱势可以自立，不是为了赚钱。你边做边有人看见，他们就会边支持你。由林立清成立的游洗社创，主要透过接案洗地、遗屋清洁的工作，来培训无家者的工作技能。你好，我来倒三。我是楼梯哦。我说我是洗楼梯。尽量。手这样拿的，拿这边，然后拿纸撑腰，驼背要挺直。成员之一的卢立明才29岁，少年时期因为不堪父亲暴力对待，只好选择离家北上打拼。尽量是照他的纹路在跑，这样比较轻。不料误入歧途，一度沦落街头，走投无路时向政府申请补助，反被责骂浪费社会资源。之前也有去申请过那个什么青年补助。可是申请不过，因为他说：“哎，你既然有自己有家，那为什么不回去？然后为什么要在外面流浪？然后为什么要浪费这个资源，然后去申请这东西？既然他说认为说我浪费资源，好，那没关系，我就做给你看，我就用我的行动，我用我的体力去做给你看。”